是普通话财经报道，继放松楼市调控之后，内地有地方政府为毕业生提供买楼的补贴。有分析就预计二三线城市有机会推出更多的措施来配合稳定楼市。内地接连出招为房产市场松绑，继二三线城市放松限购令，即人行放宽第二项物业按揭以后，再有新招。宁波市公布，高校生毕业十年内首次置业将获得补贴，单位面积少于90平方米，补贴金额是楼价1%；面积较大的单位，补贴则是楼价的0.75%。如果是博士毕业，更加可以每月直接取得最多3000块钱人民币的按揭利息补贴。有分析预期，其他二三线城市有机会仿效。实质个影响就未必话真系好大，但问题就系话睇其他城市会唔会跟风，或者佢哋有自己嘅另外一 set 嘅一啲嘅救市嘅措施，即系呢一个可能个影响性可能会更大咯。中央政府嘅层面咧就好难再喺 policy 嗰度，即系再有啲乜嘢，其实咧都已经好明显噶啦，已经即系已经都帮到出面噶啦，咁所以可能嚟紧咧就真系要再睇地方政府有冇一啲实质少少嘅措施。他估计调控逐步松绑下，可带动楼市交投量回升。不过，一手供应充裕，楼价将继续受压，发展商减价卖楼的情况会持续，减价幅度介乎50%至100%。新展预计，今年本港的零售销售将会下跌2%，又预计沪港通等政策会推高人民币的融资成本。